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嘴。今天玩 BT 版的测试关卡，全面进攻，冲啊！先直过啦，有矿工僵尸，我们拿上野狐草。这次大嘴想用一次霸王胶，霸王胶需要的是能啃咬的近战植物，攻击累积到20只僵尸才能使用，所以我们的玉米狗就很重要。此时的大嘴不知道的是，射线僵尸很克制霸王胶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前期的僵尸，玉米狗表示轻轻松松 ，nice。才一会儿功夫就到达了12只，出来的香肠小鬼更是凑数的好选择。才发现没有带上朋友，可不是吗？你看你太贵了，还买不起，气死人了，真是！直接被吃的有点惨了，樱桃炸了一下，有钱了，重要美须藤，霸王胶这时候就已经好了。但是纠结放哪路？上路吧，正好来了个路障僵尸。霸王角 vs 路障僵尸，这不是包天甜物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因为下一个霸王胶就等阳光够就可以种下了。射线僵尸来了，霸王胶的好意思要到头了。直接把我的霸王胶耗死了，这什么情况呀？你还来啊？那我来个毁灭菇，解亏啊！还好阳光够，不成问题。这是对下路的霸王胶情有独钟是吧？专挑下路来，不出意外还是没了。